今年多大了？你刚说说。100了。啊，100了。啊，就是阿姨，您今年就 是？我今年78了。啊，78了。嗯。哦。我是34年生的，是吧？78周岁。哦。就是现在你照顾婆婆多长时间了？嚷嚷些年她会动，都是照顾这6、7年，她不会走啥了。嗯嗯。她搁这坐坐，这是晚上。跟他搁这睡睡。啊，等于说把婆婆接到您家了。嗯，就是搁俺家嘛。嗯。没闺女。啊，等于说。他没姑娘。啊，没有姑娘。嗯。等于说两个。啊，两个儿子。啊，两个儿子。都走。哦。这不是俺老头啊，招呼他穿穿衣服，解解手，吃饭了，我去桌个儿，俺能推着，是吧？招呼着他去桌个儿。要着他吃吃，哦，我小碗嘛，真的小碗弄大碗要的，他吃饭吃也不少，嗯，吃饭好好的，是吧？嗯，啊，等于说也是能吃能睡，啊，能吃能睡，是吧？对，反正有时候睡不着，他也是搁那胡嘟囔点啥，说点啥，睡着都睡。啊，睡不着的时候，你怎么跟他唠天啊？唠嗑啊？朋友之间发生过矛盾呀，或者没有？没有啊？有没有妙招啊？或者是？呀，俺们你说都是不咋识字儿，咱描啥呢？那个都是平常搁这儿该吃饭吃，该吃啥，都是这，这穿着衣服都是我他弄的。啊，你喝的这是啥？喝的啥水？嗯，甜不甜？甜。啊，甜。嗯。啊，这是里面你给他放点蜂蜜，润肺，它有点哪个有时候会咳嗽，这洗他脚洗嘛，是吧？嗯，咱知道你往洗洗摸摸，是吧？手来手洗，等于说洗洗舒服。嗯嗯。你看于百岁脸不是怪好？嗯，脸挺好，我看瘦。脸色多好。嗯嗯。脸色比我这色都好。长出来那相图好看，现在都是。俺有时候买点不如煮点汤，做点糊涂饭。嗯，再是弄肉都弄碎，做点糊涂饭，吃面条的多，米饭他也会吃。嗯，会吃吧？你得给他再弄点菜团啥，搁里滚滚菜滚滚，不是弄啊，他牙不等于说让红一点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嘛。啊，平时还给他泡泡脚。你泡脚嘛？不泡脚，我是说脚凉嘛。嗯。你看他这脚，你看，都可白。哦，等于说老太太脚还是古代咱那个。古代嘛，他是你说1913年是吧？嗯。那时候他的脚还缠那个三寸金莲呢。对对对。是吧？都变不过来了，等于。嗯，对对对。